好的，然后先说一下改了沙毁。先看一下地图哦，地图上可能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宝可梦，就是今天的封面图啦。只是信使鸟多了信使鸟，我们找一只信使鸟。这活动内容跟之前差不多啦，就一样是打打宝可梦，然后可以获得一些代币，然后那些代币可以去换一些东西。那我想说，这个系列已经到达了最后了，所以那些东西都变得很好换哦。我们就打一下 menu 吧，就是要买一个代币就好了啊。然后或者是说，像这个传说许愿星块也只要50个代币哦。然后这一次的代币呢也很好刷，基本上你打信使鸟有 80% 的几率会获得哦， 80% 几率会获得两个啦。今天的话呢，就去打大师，在提拉山。好啦，这一个是毒属性的，在蘑菇岛里面呢，就只有一个毒属性的大师。好，第一只的话，我先拍拍看银半战兽好了，超坏心，我先电磁波，麻痹了，急剧水流，我应该学一个剑舞哈，这边麻痹的话，搞不好我可以用剑舞来做一些事。因为电属性的话，对它是原本倍数。急剧水流，对方有黑色污泥，换不死啊！不过透过他的急剧回合了，这边的话可以换我了。地震，那四二真龙是龙加龙毒吗？哦，有，我的急剧大地有用啊！按到闪电了，哭了，月亮之力哦。霸王花是草加毒，草加毒的话，火焰牙好像蛮有用的。火焰牙，不避开攻击，这样的话，飞行也可以。暴风，他换了一只战旋龙猿，伤害也是蛮可观的啦。毒好像是打钢无效，对，但他好像不落钢。再一次暴风，避开攻击，不对耶，有了，可是不是很有效，哭了。战旋龙猿是独家什么？独家电，地震有。战旋龙猿地震，焰后吸毒属性感觉蛮简单的，焰后吸也落地，地震，插字符，哇，这只难搞，这只我一定要换哎，感觉电极魔兽送他好了，送他吧，这只独家飞。五加费的话可以用电的，就直接雷击吧。OK， 毒属性一回杀，太开心了，震烂，真的震烂哎！毒属性蛮简单的，在哪里啊，大师？董亚山应该是一个啦，有没有找 NPC 的小魔主啊？等一下，龙亚山该不会是在右侧这里的吧 ？Oh fuck， 我走错地方了。我一直在逛没有大师的地方啊，太白痴了啊！全速的前进，这边有个水池呢。哦，找到了，他真的一身绿啊！虫哦，虫属性哦，第一只的话，先骆驼母吧。蜈蚣王好像是独家虫吗？独家虫的话，果了，哇，他极具防避耶。哦，他是加速特性，完了，他速度比我快，防壁失败了，吼吼，一招秒。这只的话，巨甲舞者是水加虫，水加虫的话飞行哦，感觉福特替换放电吧，福特替换吧，好，比较不痛，水流裂破，那边电击，脱壳忍者。幽灵加虫，我飞行有双翼，气势披带，还好我是打两下直接换掉。费洛美狼的话，费洛美狼是什么？虫加蛤吗？我打这首名字，我打成肥洛美狼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对，虫加格斗落飞四倍。哦，他好快，落飞四倍，急剧暴风。OK， 一下秒，焚炎弓，火加虫，飞行两倍，
没有秒，闪焰冲锋。哦哦哦哦，没事没事。巨甲舞者又回来了，这边垫一下吧，垫一下应该就死了。不，他速度比我快，不过我人还很多啦，还可以。这边的话，他应该有水系的，骗个招。这边地震吧，避开攻击，活力再雷啊！哦，他的特性，巨甲舞者的特性叫做哦，危险回避。他血量过低的时候会自己跑掉。雪龙耳哦，冰加丑，弱火哎。聪明，普通有用，过了。他蝶舞，他蝶舞。哇，不是很痛哎，完蛋了，还有蝶舞，我是要被翻牌了，放电吧，有打死都还有哦，麻痹了麻痹了，好像还有料哦，火焰牙，哦，咬掉了咬掉了，巨甲舞者，这个就多属性攻击吧，有了，耶，重属性也是一回杀。耶、yeah ，这样剩几个啊？我打了几个？我好像右半边快打完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我打十个了。接下来是龙属性。哦，这狐狸好大一只。接下来的话是在创世神之树旁边，好黑。哦不，我把它铲起来了。我的模式不啊，我铲了两个。等我一下，我修一下，这样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加速，好、哦、在旁边而已。这里，哼，居然是银河队的服装啊，改一下吧。龙哦，龙属性，妖精一定派得上场啊。先试试看吧。尖盾剑怪是幽灵钢吧？哪来的龙啊？哦，不是，他是幽灵属性诶，他是幽灵大师，不是龙大师，他是幽灵大师。落地落火，他换了。迷你 Q 有吸纳，我知道，所以不能派龙的，派龙的会爆炸。是特朗普，集聚的话是130，他又换魔灵珊瑚。魔灵珊瑚是纯幽灵吗？纯幽灵，那就一样啊。奇拉蒂娜，他一直换欸，然后他有黑色污泥。奇拉蒂娜又是一只幽灵加龙，幽灵加龙的话就继续幽魂啦。他集聚了，这里的话过热好像伤害不会这么高了。我来骗照一下好了，骗一下。这边他应该会用集聚容器，然后用卡布米。试一下，有没有？火发闪耀，黑夜魔灵，纯幽灵哦，再替换吧。地震，好无情，电磁波。好，先电磁波上了就好。打到了，电会打到了，魔灵珊瑚。哦，伤害很够，速度也很够。再一次，不残血，一样先骗好了。两边互换，迷你 Q， 勇鸟吧，剑舞，提高攻击力，但是我先攻比较没关系。耶、yeah ，那剩你了吧，奇拉蒂娜，耿鬼，独家幽灵。独家幽灵、地面超能幽灵二都可以。我有那些招式吗？好像没有齁，好像没有，那就勇鸟吧。差啊啊！我被撞死了，史万福特吧。催眠术避开，漂亮。幽灵加钢的尖盾剑怪，尖盾剑怪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用的、欸，用电属性的吧。现在没有电场，哇，伤害。他变剑形态了，语气。哦，我吃剩东西耶，我剩一只了，尖盾剑怪。
逆鳞有用吗？好像没用。电击是最有用的了。盾，他保护了自己，扛住啊！我好像先攻哦，耶、yeah, ！我先攻，又是一回，又是一回。哎，今天打好顺哦，今天打超顺的，没什么卡。今天又打三个啦。好啦，接下来下一个。如果喜欢本次的影片的话，别吝啬你的喜欢，给我们一个鼓励。订阅之后记得按下小铃铛，第一时间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